把那些兔崽子们都叫起来。好村儿，我走以后你千万别嫁人，一定要等我，等我回来。果然不出福晋所料，两个人在这干出这种好事来了啊！哎呀，把他们带走！不，慢着，高公公，这不关他的事儿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你放了他吧！住口！你当我真不懂啊？这种事儿，他一个人干得了吗？嘿，乖乖的跟我走啊！这话你跟福晋说去。走，四爷。年大人给你们求情了，他愿意带你们到四川去。你们拾掇拾掇，今天就跟年大人上路吧。主子，你是不是不要奴才了？你要杀要打，奴才都认了，就是死，我也要死在主子身边呢。主子，我们错了。别赶我们走，这府上的规矩你们不是不知道，这一次只把你们遣送出去，王爷已是格外开恩了。高无庸，奴才在。你到账房去领2000两银子，1000两给李薇到四川安顿家事，1000两给翠儿办嫁妆。这不要哭了，回去收拾收拾，准备上路吧。谢主子，谢主子，谢主子。两公，去看看你妹子吧。不了。哟，李大人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认识这是谁吗？这是大清官呐，这是读书人的领袖啊！李大人，您到我这儿来，这是给我李卫面子。哎呀，李大人呐，出了件天大的案子，事起仓促，请你带着亲兵即刻前去拿人搜赃。李大人，我觉得。你的想法不对呀、啊！哦，哎，你先别着急，我跟你慢慢说。有人在伯伦楼卖考题，未必就跟伯伦楼有关系啊。这是其一，其二呢，现在已经开考了，他留着那考题，卖谁去啊？啊，留着把柄让官府搜了去啊。因此。我们就是去了伯伦楼，也搜不出什么结果来。李大人，您说呢？要搜证据，只有一个地方。你是说考场？嘿，没错。有卖的就有买的，买了干什么？必定是先做好了，进去照抄啊。这会儿，只有到了考场，才能搜出证据来。对呀，啊，惭愧呀，惭愧呀。那现在，来啊，在，把那些兔崽子们都叫起来，抄家伙，跟着老子我拿人去。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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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怎么回事啊？躲开！你看人，躲开！快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不能包围考场！快！他们来干什么呀？等等啊！哎，怎么？他们在哪儿？场上！场上！那边！快点！快点！起来！那边！来呀！给我把住那边！ 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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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里边还脱呀？对，脱呀！脱呀！你快脱！啊！走，大人，这人肚皮上有字儿，你看。啊？我瞧瞧。大人，站起来。亏你小子想得出来，这好办，把他肚皮给我揭下来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晚上下回再也不敢了，大人饶命！李大人，此法不太妥吧？哦，好吧。哎，既然主考大人求情，你这张肚皮啊，就先留着吧。谢大人。来啊！ 把他那件内衣放在水缸里浸湿喽。行。大人，把那水拧干了。这。把他肚皮上的字蒙下来，不就完了吗？站起来。哎呀！大人，
凡夹带作弊的考生，一律带到国子监，听候审问。其余的考生，回去候命，等新考题出来以后再行考试。来啊！在。张大人，你不是说要问我死罪吗？你好啊，一块见皇上去。带走。走走走走走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走走。现在正在问话招呼了，请王爷们和众位大臣们都在这候着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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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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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怎么了？皇上他……哎，啊好，我来。皇上，皇上，哎，啊，我来，我来。皇上，没事的，天塌不下来。李夫，微臣在。考试不能停，朕这就重新出题，由你担任主考。微臣领旨。十几年前来过呀，啊，故地重游，实在难得，实在难得。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个新巡抚，叫什么？他叫李卫。啊，他官声还好吧？哎呦，说不上来，说不上来啊。只听说他是当今皇上在前敌时的奴才。哎呀，实在是太年轻了。哎呀，斗大的字也认不得一担呐！哎，乃仗长伦使力，夫为伏羲射。哎，这是第几稿了？回中丞，这已经是第七稿了。我说你们，能不能找个会说人话的来写啊？大人，何出言而不逊也？鄙人写的句句是圣人之言，何谓不是人话也？是人话，为什么贴出去老百姓都看不懂啊？我说你不是人话，还是对你客气了。你写的都是他妈的屁话！这大，别打了，卷破卷滚蛋吧！哎，这你，哎呀，真是，就是，如此下棋啊！忠诚，朝廷设官吏司牧地方，谆谆告诫以圣道教化百姓，对读书人，咱们应该礼敬才是。你当我没见过读书人？大人出身前敌。自然知书明理。好你个狗娘养的，欺负老子没读过书，我就不信了。离开了你们这帮文人，本大人连张告示都出不来。来啊，在，去，把街上的什么卖字画的、测字的算命先生、代写书信的，全都给我叫到这儿来。这。他贪污钱财，哎呀，说不上来。那怎么能说他是为皇上到这儿来搜刮钱财来着呢？哦，
我有几个朋友啊，在衙门里头当差，都这样说。他一来呀、啊，就抄了曹府、李府，还有啊好几个官宦的家呀。那银子啊，一车一车的就往京里运呐、啊。听说呀，有上千万。我也听说了，那钱呢，是运往西北做军饷用的。哎呀，这西北打仗，关我们江苏什么事儿啊？哎。如今又听说呀，他又要我们江苏试行什么摊丁入亩，这每亩田呐、啊、要增加2000银子的税呀、啊。哎呀，江苏的士绅们哪个是没有背景的呀？正商量着、啊、和他顶着干呢。哎，把他们走一趟，我们走一趟。为什么呀？我可没干什么违法的事情啊。谁说你违法了？是咱们巡抚李大人请你走一趟。请我？我不认识他呀。哎，别啰嗦了啊，赶快收拾收拾，跟我走。好的，赶紧走。还有你，还有你，我怎么了？收拾了，一块走。哎，我没做什么呀。走。哎，快，放这儿了，放下。知道，看吧。啊，辛苦，大人，大人，辛苦，大人辛苦啊！哎，坐，哎，坐呀！谢大人，谢大人。今天本大人请你们来，是想让你们替我写告示。当然了，耽误了各位的功夫，本大人自有酬劳。啊。我都打听了，你们代写一封书信是10文钱，写一幅字儿、测个字儿也是10文。今天本大人加倍，写一张告示，20文。20文啊！请问大人是用7言诗句还是用4、6骈文呢？要写的是什么内容？请大人吩咐。啊，是啊，这个用不着你们操心了，我念。你们写，哎，好，好，大人，写什么呀？对呀，写什么呢？你们都听了。好。本。写啊。哎，你们怎么都不写啊？大人，您还没念呢。我刚才已经念了。啊？你们都听了。你写啊。啊？写呀。啊？大人，是不是写？你们都听了这句话呀？是啊。好，写，写，哎，你们都听，你们都听好啊，本大人奉皇上的旨意，免了江苏百姓的人头税。从本告示张贴之日起，不管你家里有多少人，每人。每年2000银子的丁税都不交了。那么这2000银子的丁税到哪里去了呢？都到田里去了。以后每亩田加收2000银子的税。田多的多交，田少的少交，没田的就不交了。这就叫摊丁入亩。本大人知道，这样一来，那些田多的就会不高兴，就会变着法的不交我这个税。那好啊，咱们就斗斗看。你们有田，老子有权；你们有银，老子有兵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啊！这儿，
你们种了皇上的田土，岂有不纳税的道理？你们不纳税，朝廷拿什么来治国？拿什么来养兵？从明天起，你们给老子都到衙门里登记，把税如实的交上来。有不来交税的，老子就把朝廷养的兵和差役都派到你们家里去吃饭，啊，一天不交派十个人去吃，十天不交派100个人去吃，啊，吃到你们交了税为止，招呼打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江苏巡抚李，哎，走走走走走，这边这边这边，走走走，过来过来，哎，这儿来这儿走走走，哎呀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累了，坐这儿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兄弟们给大人烤肉了。我叫你们编的词儿都写了吗？回大人，我们都写好了。哎，都写好了，都写好了，写好了。唱一段给我听听。是是，哥几个起来，来打起来啦！纷纷流血飘，粒粒炼花刀。今天不把别来标，唱一段谭论主播心正好，心正好。好，就这样，接着唱。哎哎哎哎，纷纷柳絮飞，粒粒莲花落。今天不把别的标，唱一段谭定入墨心正好，心正好。哎，纷纷柳絮飞，粒粒莲花落。今天不把别的标，唱一段谭定入墨心正好，那心正好。北边有个李阿狗，一分田地都没有，打工赚来几吊钱，讨个老婆黑又丑，黑又丑也喜欢，传宗接代又把手。头一年生了一个大胖小，第二年一个胖小又出生，第三年第四年叽里咕噜放着屁的又有两个小子出了生。别看穿的穿棉袄，五个儿子满地跑。没有钱生那么多儿子干什么呀？是是。哎，问得好，问得妙，问得阿狗发了愁，没吃没穿管他娘，没有个人头税都没法交。一个儿子二千银，五个银两上哪儿找？穷的穷，富的富，空了大清的国库。西北打仗无兵饷，黄河发水难救助。雍正爷着了急，一道圣旨到江苏，免了百姓人头税，而且税银田里出。要问这是什么法？这叫做摊丁税入田亩，摊丁税入田亩。还是主子向着我。你知道不知道，朕任你江苏巡抚，有多少人在背后议论吗？嗯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你在这儿试行摊丁入亩，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啊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敢干出那种有失官体、授人以柄的事情？主子，还有脸让朕替你瞒着？你以为你还是在前底当奴才呀？你现在啊，那是万人瞩目的封疆大吏呀、啊，胸无大志。奴才不争气，请主子责罚。这次就算了，起来吧。不过你办差嘛，倒还是蛮卖力的啊。你在这儿实行摊丁入亩的事，
朕也都知道了。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呀？回主子，下一步奴才想形成制度。可是推行制度得靠各级的官员，像江苏的官吧，大都和当地的士绅有来往，靠他们办不了什么。因此奴才想请主子先把这儿的藩台孽台都换了，其他的官慢慢再说。朕也早想到了这一点。刘墨林向朕推荐了一个人，朕准备派他来给你做藩台。谁呀？新科榜眼尹继善。主子派的人一定是好的。那个黄伦你准备怎么处置啊？奴才想革了他的职也就算了，毕竟他是年羹尧的人呢。不行，革了职还得充军。就把他发配到年羹尧那儿去。够，这样做既给了年羹尧面子，还能让他醒一醒神儿。古人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啊。你是在朕身边长大的人，朕对你自然比对别人不同，对年羹尧朕也是这个心思。朕让你在江苏试行摊丁入亩，让田文静在河南试行一体当差一体纳粮，原来打算让年羹尧在西北推行火耗归公。可是怎么年羹尧敢不听主子的话？这几天朕不断接到京城转来的折子，说年羹尧在西北越发专横跋扈了。本来朕派孙嘉诚到他那儿去，就是为了让他见到这个人会有所警觉有所收敛。不知道他是没有领悟朕的苦心，还是有意和朕顶着干。孙嘉诚在那儿推行火耗归公竟然寸步难行，而且从年羹尧开始就都跟他过不去。孙嘉诚的日子很难过呀。要是这样，干脆把他的大将军给免了。吴先生早就跟我说过，年羹尧这个人迟早会闯出天大的祸来。主子，奴才在底下听到一句话，一直想同主子说，就怕说。说是地出三江口，家湖做战场。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？民间已经流传很久了，只不过没人敢奏给主子而已。哼，朕谅他没有这个胆，也没这个本事。